宝贝，好，干杯啊！饮料，兄弟们，陪宝贝吃点东西。明天我撤了啊，爸爸明天走了。面包，你吃吃羊肉啊，吃。水果。昨天晚上去看我爸妈了嘛，我爸妈在我妹妹那里啊，所以我今天带我爸妈去吃个饭，还带我两个外甥啊。这个椰子奶啊，这个老挝带的鸭精呢，等一下拿给我妹夫抽啊，拿这边饮料。我爸妈一直在我妹妹那里啊，我昨天晚上去看我爸妈，我今天中午带他们吃个饭吧，因为我明天要离开了。这边是深圳北站，因为我女儿住在另外一个小区啊，我在门口等她吧。那个外甥，小男孩小女孩，拿点东西玩一下。两个外甥，我女儿再买点玩具啊。昨天我外甥好久没见到我，还认得我啊？带他们去吃饭。嗯，谢谢。9月6号。来，然后就这一个人回来。对，美女，来，哎呀，好。这两个姐姐啊，快点。手，你看你的手都没肉，加不要你多吃一点饭，好不好？走。嗯，确定了？啊，确定了。好，扭吧。先拿这个币，先拿100块。100块。嗯。50吧。150。好，谢谢美女。好。这是55吗？确定。来。稍等。送他们回去，那个店的老板娘借我3把伞，对我的信任了，兄弟们。这个。啊？知道密码吗？我知道。这3把伞我要还回去啊，兄弟们。老板娘，谢谢。还给老板娘，回去了，兄弟们。